转自《生命时报》，这是一种典型的劳损病。不管你是都市上班族，还是体力工作者，还是家庭主妇，大家都会遇到的这个通病。虽然听上去不似癌症那般吓人，确实可影响生活。腰疼似针扎，脖子一转巴巴响，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。这一连串的表现可以归纳为一个专有名词，颈肩腰腿痛。2018年8月，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权威的大众健身十八法。这十八个动作分为三组，分别能缓解颈肩不适、腰部紧张、下肢紧张三种慢性劳损性问题。不妨在家坚持做这些动作吧。六个动作缓解颈肩不适：一、懒猫弓背，手扶椅背弓弓背，拉伸脊柱背部内，像只猫咪伸懒腰，肩背放松不疲惫。这个动作能提高胸椎灵活性，改善肩背不适，防止驼背，预防和延缓肩部和腰部劳损。操作要点：每组六到十次，重复到四组。整个练习过程中会有轻度酸痛和牵拉感，不应该有明显的疼痛。二、四项点头，四项把头点，锻炼颈和肩。动作很简单，贵在每天练，放松颈部肌肉，改善肩颈部不适，预防颈椎病。注意保持躯干正直，用力不可过大，以免反而给颈椎造成过大压力。操作要点：往前后左右四个方向点头，动作流畅缓慢，有轻度酸痛和牵拉感。每组五次，重复三到五组。三、靠墙天使，背部紧靠墙壁，外展打开双臂，贴墙缓缓而上，屈膝回到原状，提高肩部灵活性和肩胛稳定性，缓解肩颈部紧张。操作要点：背部紧贴墙面，双手侧平举，向上屈肘90度，掌心朝前，将手臂完全贴住墙面，同时手臂沿墙壁向上伸展，然后沿原路慢慢回到起始位置。每组6到10次，重复2到4组。似蝴蝶展翅，双肘平举腰到位，向内收紧，别怕累，像只蝴蝶展翅飞，改善含胸和驼背，提高肩胛稳定性，改善人肩驼背姿态，提高肩关节力量，改善肩颈部紧张。操作要点：可以徒手，也可以双手各握一瓶矿泉水，双臂形成 W 型，保持2秒，每组进行10到15次，重复2到4组。练习过程中身体不要有明显的疼痛，捂着一台猫咪，手臂一上一下，交替重复多下，勤练加强肩部，肩肘功能不差，长期伏案容易引起肩痛，多练这个动作可提高肩胛稳定性，增加肩袖力量，缓解肩颈部紧张，肩部塑形。操作要点：保持上臂始终与地面平行，一侧手臂向上旋转，一侧手臂向下旋转，到最大位置处保持2秒，然后回到起始位置，每组进行10到15次，重复2到4组。六臂虎爬行，身体稳定向前压，双手扶墙往上爬，稍下重复屈多次，配合呼吸练肩胛。爬墙动作主要是针对肩关节功能受限的人群，改善肩关节灵活性，强化上肢力量，同时也具有一定改善肩关节前屈功能，拉伸背部肌肉的作用。操作要点：每组6到10次，重复2到4组。六个动作缓解腰部紧张：一、次字拉伸，单腿次字往上翘，保持姿势固定脚，身体前压，深呼吸，经常练习腰髋好，拉伸臀部肌肉，提高髋关节灵活性，缓解腰部紧张。操作要点：骨盆和脊柱保持在中立位，不要弓背，在臀部有明显牵拉感的位置保持20到30秒，完成3到5次。二、侧向伸展，双手上举两腰叉，身体侧拉向旁拉，左右交替做伸展，松解腰部顶呱呱，拉伸躯干侧面肌肉，改善肩颈部和腰部紧张。操作要点：弯曲至最大幅度，保持2秒，每组6到10次，重复到4组。三、左右互搏，坐在稳定椅子上，双手交叉顶内膝，大腿向里手抵抗，身体前倾不能忘。操作要点：
躯干前倾，但不要弓背，静态发力，每次保持用力3到5秒，然后放松2到3秒，完成6到10次，重复到4组。四、站姿拉伸，单腿站姿抓脚面，腿在躯干靠后点，降低难度幅一倍，缓解腰部颈核酸，改善下背部紧张，预防腰部和膝关节劳损。操作要点，保持拉伸姿势20到30秒，重复到4组。5套一顶宽，站姿双脚同肩宽，躯干前倾套顶宽，微微屈膝步向前，双臂贴耳尽量展，激活人体后侧裂，改善圆肩驼背，强化身体后侧的力量。操作要点，完成6到10次，重复2到4组。6坐姿收腿，坐稳椅子身不晃，双手扶在椅面上，屈膝收腹腿并拢，保持2秒回原状，提高核心力量，提高身体控制能力。操作要点，完成6到10次，重复到4组。6个动作缓解下肢紧张，一足底滚压，单腿赤脚踩球上，双手扶稳身不晃，顺时逆时各3圈，慢慢滚压足底床，改善足底筋膜弹性，改善步态，缓解下肢紧张，缓解疲劳。操作要点，每组进行8到10次，重复到4组。2对1顶膝，双手扶一分腿力，前脚距离2分米，脚跟不动环顶膝，保持拉伸多受益，提高踝关节灵活性，改善步态，缓解下肢紧张。操作要点，每组进行8到10次，重复2到4组。3单腿15，手扶椅背单腿站，膝盖微屈一点点，身体前倾向15，稳稳控制防跌霸，提高身体平衡与稳定能力，防止跌倒，缓解下肢紧张。操作要点，每组进行8到10次，重复到4组。4足踝绕踝，保持脊柱正当中，稳定身体不晃动，转动脚踝内外侧，练习过程无疼痛，提高踝关节灵活性和力量，缓解下肢紧张。操作要点，向外侧慢慢转动脚踝10次，然后向内侧转动脚踝10次，重复2到4组。5单腿提肘，扶住椅子单脚力，保持平衡往上提，慢慢下落需牢记，防止跌倒增腿力，提高身体平衡与稳定能力，提高下肢力量，缓解下肢紧张。操作要点，每组练习10到15次，重复到4组。6处以下段，双脚与肩同宽站，向后下段屈膝慢，双手向前水平伸，处以站立重复练，提高下肢力量和稳定性，提高核心稳定性。操作要点，每组练习10到15次，重复到4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